录节目。今天到隔离的地方来录这一期节目，拥抱青春的方式，其实这个方式呢就是微笑，也不说微笑了，就是笑，就是给你们看两张脸，你们就知道了，一个是这样，一个是这样的。就是其实当你微笑的时候，你的肌肉是会动起拉你的脸，抵抗那些重力造成的影响的。狮子王里头就有了一个简单的道理，就是哈库纳马塔塔，就是很有意思，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一句话吧。哈库纳马塔塔就是他治好辛巴的心理创伤嘛，它其实适用于所有的人，但凡你有什么问题，就是把一切东西抛诸脑后，然后开心起来就好了。其实这是最简单的解决一切矛盾、解决一切问题，包括你想永葆青春的一个秘诀，一个免费的秘诀。这个东西，我们的情绪就是一种能量啊。就如果说你可以传递你的能量给别人的话，其实别人是可以接收到能量啊。所谓我们是有意识的嘛，我们意识是可以互相影响感染的啊。所以如果说你带着真心，然后带着真诚的微笑，那你是很容易去影响别人，也容易感染别人的，非常好啊。微笑真的就是一个世界上通用语言。OK， 对，我觉得那个发自肺腑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如果不是发自肺腑的话，那其实大家都是假笑 boy 嘛。就是这个笑其实真的是由内而外的才会起作用，就这个力量是非常强大。太多人有心理问题啊、抑郁啊，根源就是找到自己为什么不快乐的原因，然后克服它，让自己快乐起来，一切事情就可以解决掉。Over over， 看。